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ZHVL 男子篮球联赛在2019年的冠军队伍中，12名球员的身高资料如这个，啊，这个已经排过序了，他要你求 Q1、Q2、Q3 啊跟 QD， 好啊这个Q2 哈就是第二个等分点嘛，哦就两个资料的话呢分一半。总共有12个资料嘛，所以是6个6个，2 4 2 4 6，所以在这里啊，哦，这是第二个等分点，2 4 6，所以这个 Q2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这两个加起来除以2，就是183哈，点5了。好，那第一个点分点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部分的。那个什么呢？那个第二个等分点就是中位数了。哦，这里总共有6个嘛，6个数，所以中间那个数的话就是这里嘛。哦，这是第一个等分点。这第一个等分点的话呢是 Q1 嘛。哦 ，Q1 就是这两个加起来除以2，这是180。哦，然后第三个等分点的话呢，就是后面这组数量的中间那个数。哦，这1 2 3 4 5 6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所以呢 Q3 哦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这个是185，所以 QD 等于多少呢 ？QD 哈是等于这个减这个哈，刚好是5了，哦5公分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怎么嘞？可以带那个课本的哈，它的那个做法，课本的做法，总共哈现在 N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2嘛，那我们看这个 M1 哈是等于四分之，等于12哈乘以多少呢？四分之一嘛，哦，十二乘以多少呢？四分之一，哦，4 3 12，哦 ，M1 等于3，啊，这是整数嘛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 Q1 哈是等于多少？2 A3 加上 A4，哦，这第三个数，第四个数。哦，1 2 3，第三个数加第四个数加起来除以2，哦，就1/2 哈，加1/2，这个是等于1/2啊。好，那 M2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12乘以哈，这个2/4嘛，这个是等于6的，哦，4 1 4 4 3 12嘛，等于6，所以呢 Q2 哈，啊因为这整数嘛。所以是2/2 A6 加上 A7 的，哦 A6 加 A7， 我说1 2 3 4 5 6嘛 ，A6 加 A7 除以2，我就2/183哈，加上184，加184哈，它除以2，183哈点五。再我们看这个 M3， 哦 M3 哈。是等于12哈乘以多少呢？4/3，4 1 4 4 3 12嘛，等于9哦，这也是整数，所以 Q2 哈 Q3 等于2/2这个 A9 了哈 ，A9 加上 A10， 这个等于多少呢？2/2啊，9 10 11，9 10 11 12，9跟10嘛，哦，这个是 A9 是185嘛 ，A10 是185，所以呢是等于多少哈？等于这个是185。通常的话哈，如果你资料数比较少的时候哈，通常用第一个方法比较好做了，因为你比较短嘛，比较短的话你就要一切从。中间一半这样一切，就晓得你是哪一个数了。啊，切完以后的话，前面这半步的话，再从中间一切，就是1/4的地方嘛。哦，1/4的地方就是 Q1 嘛。那后面一半，再切一半，就1/4的地方嘛。哦，1/4的地方的话，那会比较快一点。哦，啊，你如果是资料数很长，资料数很长的话，那就用这个话，这个的话呢会比较稳。因为的话你也看不清楚嘛，要怎么切也看不清楚，
就用这个方法。